啊？对面超级蓝好像是不好说，你武装先放下，把队长放了，普陀先把花开了，好吧？化身推防，魔王的话这一波直接群秒一手吧，秒对面的二手，把二手秒了，宝宝干二把二干了。宝宝别群秒吧，真的没用群秒。别一号啊，一号我就一号是隐身的，一号隐身。秒吧秒吧，他可能一排隐身一层。没有了。就五号隐身了。这个可以来个九反武装，摸完的话有好小闯挂装。赖坐骑能扛得住不？神的人，这恶魔王怎样的牛逼啊？上面那个肯定不是啊，上面那个铁定不是。血灯啊！苏哥，你得放下，先放下。一股要7280，我操！先放下，真要先放下。这一放一放，我可以放一个，后面。你俩一人换一个吧，一人换一个，我什么？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咱宝宝锤三号，把三号锤了。骨头放上面那个吧。苏哥放下面那个。我不要三下哪一个，我放对面那个，好吧？你放你对面那个。啊，对了。换那个超好几米，超级。宝宝避了敲三，把三敲了，化成火血斩人心，把人心斩一个，快点！拿下的宝宝给五号宝宝顶个大。这波对面没有飞机，宝宝不需要防。我敲的晚上都破脚了。战役，操，还是输个光辉吧。雪灯再光辉吧。雪灯光辉都行，看着来吧。普陀宠出一个。化身斩，赶紧斩人心了，下波魔王活了。斩一个，我活魔王宠啊，魔王宠防御。我把咱们敲四号，把四号敲了。我不要防御。我的叫的什么龙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叫啥龙龟啊？我要对人。你还大爷！花生是干啥的？啊？不知道，喝酒没动，化妆师没动，是吧？是没动吧？化妆师，我刚看化妆师没动，刚才喝了瓶酒，啊，破甲。拉不起来，魔王自己把我拉好了，魔王自己拉，行吧？魔王自己拉，苏哥你套化身吧，化身套了吧？我把底下林波城封了，葡萄砸底下林波城的，魔王单烧底下林波城干了，五个战役了。底下林波山干了啊，壁垒拳敲他，把他敲了，很考验这个善恶。
不敢让他们冲到头，反正化妆是抽九了。差了才2400，哎，有个毛的技能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是，选一下。哎，有机会啊，有三个是真有机会。我这些根本给人打了，他妈换五行了，我这个操啊！散爆，完了打不死。五个战役。估他可能就死了，秒都秒不死，他能估得死？那要他这个出来怎么死啊？叔，你普通再砸他一次好吧？活血活，武装爆武装活了吧？武装光辉吧，光辉光辉。我还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呢。魔王得自己拉，自己拉秒。OK OK， 这把控不住他来着吧？他解封真君没办法整了的。他这把拉不起来吧？有那么飞，有凌波的。不过1263两个凌波卡。坏了，进鸟进不上。准备七只人了，宝宝。七人军的话就坏了。肯定起来，这还不行。我喝了个酒，有点破甲了。压死啊！2263这个出呢，应该怎么样？这个光辉是谁啊？光辉的盘子被破掉，光辉盘子啊！我操，跑个劲儿啊！拉拉进来了吧？不妙呀，兄弟们，这大事不妙！啊，六个战役了，虽然说没有超战役。我魔王起不来，我魔王。出个龟速啊！我和你盘丝一口。普陀出龙龟好吧？普陀出龙龟，出龙龟，把龙龟出。给和我盘丝一口，武装套子套底下凌波吧，底下凌波套了吧。套化身吧，套化身吧。套底下凌波，我把他笑了，我把换笑。套底下凌波。OK。套凌波。我把给普陀顶顶血啊！我魔王这波拉不起来，别想了啊！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。六战一真君，可以来个狠的，下回合。他有鹈鹕，我操！哎，等等，他不是真君的，他进他路放了，他不是真君的。把光辉把他光了吧，不然人家更。他不是真君的话，出好宝先吧，先把宝宝先出来呀，没宝宝不行了。得出个龟速啊，苏格兰龟速直接，不然魔王一直被带起来了。宝宝还不顶血，这还要打出去啊？哪里什么时候的了？顶血肯定有用啊！妈的，我死了呀！你死了现在好点，关键你还没死，给我盘丝活就活了好吧，给我盘丝活就活了，武装出好宝吧，我下不行了，武装的话要不套的话套到地府试一试，或者出好宝。那你普通也别，你普通也别出宝宝，别顶血了，给我们上单顶完，死了一块好险算了。不是你快，我要出宝宝的话，我就那啥了，那我死就死了吧，没办法了，死了吧，你让我出宝宝，出宝宝了。顶啊，宝宝，然后给我翻翻个顶啊！我应该是死了。嗯，妈的，你我操，他比我快，完了，吃个 G 二。为什么还够啊？
他比树位快。我操！你开这个东西叫顶头无间啊？有无间的。那再开一个他不没了，废了。开这个也行吧，下次金刚什么的。你没管我，我都活不了啊！没别的招。我都死了。五张以为他，你五张以为他武器不快？没有，五张以为比不快是吗？哎，我拉了。没事，给我活就活了，给我活就活了。你也得强吃，我强吃一手试一手。孩子拉魔王呗，孩子拉魔王。孩子拉普陀，孩子拉普陀。孩子拉普陀，普陀拉魔王。行吧，魔王出孩子吧，孩子出了。你活就孩子给我盘是活了，好吧，我强罗了。我强吃。苏总，先有追赶啊，先别他妈300啊。知道，那我干嘛？套住号吧，套底下凌波呗，补光辉也行了，都行了。光辉有纸人吧，反正没别的黑我，你活着吗先？纸人好像好点，要不纸人吧，苏哥，纸人算了，不套了，纸人。先要拉我，别他妈给我整个上半场。他妈的，不用吃吧，没他快，我应该上把先落花他了。上把不上中我也死了，不行。对。下个问题，我在想他那把无剑怎么卡？他妈！别了，不怕，无剑不怕，操，在山海无痕，看怕不怕？宝宝有点拉不出来，宝宝死太快了。他把你的魔王点死，你没有能力清他。不，他可以浪费蓝色的，蓝色的他那不是真剑，他浪费的银河闸，对吧？对，咱们浪费的机会砸他不是真菌的，咱们判断失误而已。就是一直要打真菌，他那个现在换套路了，那不对，咱也不疯，他光辉也行，补起来其实不会那么的。把人物单位扛住，然后宝宝清掉宝宝，就容易打。要出宝宝啊！先说他一下，我他妈应该能扛了吧？一个虚拟吧？这个毒能加3分钟吗？苏哥在强劲按了，他可能打死我这。行，苏哥强劲，进一手可以。苏哥强劲一手，你这么画上先活就活。我没来，你没来你错好吧，没来你就错吧。我拉只龟速好吧。我操，我拉龟速了。那没事，都拉呗。我操，不是，给我个蓝，给我个蓝。给你个。一会儿要武将无所谓，一会儿的武将。还没变身，不过得血刀。嗯，啊，苏哥活着说吧，这都快乐没了，我操！魔王一定不能死，魔王一定不能死。没光辉复来。魔王一死，我们清不了宝宝，知道吗？再入，苏哥应该死不掉。现在宝宝很凶的，现在宝宝还好，确实打野。主要是他妈的浪费了咱的钱太多，没办法。我一会儿，你是不是过了，兄弟？化身给我盘是活了，好吧？我强吃一手，看能不能吃得住啊！强吃一手。魔王真秒啊！魔王真秒！你们告诉孩子杀了顶顶血吧，武装给自顶血啊，化身给自顶血啊。化身不能死，化身死就没了。我一定要顶蓝，不然护不到你的。今天顶蓝了，起来了。起来了。下。这还行，小段子还行。师傅的工作。我操！砸错了，你大爷！没关系，就一个。我的卡。但是你危险的。我的卡。你危险。被贴了，都满两个满血被贴我一个。哇！有我养护出早了，10回合，12回合，我养护出早了，我靠了。
来，落花草来个地精，哎，不行，他会长开的。上盾得了，哇，盾上的魔王继续秒，好吧，五号棒秒了，普到紧箍咒勒吧，把他们紧箍咒勒一勒，快点。我们还有不养护吗？我们还有没有不养护啊？鬼都没了，我这个是养护，没了，拉倒吧，秒吧。我靠，他把我给偷了的，砍一万血，没办法，他一个技能打我一万，你知道吧？他只是一把技啊。坑你了呀，那没办法，你不能组队啊。有无间的这个伤害，主要是无间，无间太狠。不要怪我，没组队，组队就好了。组队，没死还能打，没死还能打。能打，现在都能打。没打，那你没打啊？现在都没关系，现在都能打。怕啥？没打，没打。没挨住。你普陀变的是画魂卡是吧？啊！真他妈坑爹！你先扛着幻魂起来再说吧，文哥，好吧？怎么可能扛得到化身起来？我操，两个五！我这边错好好。你落花的来个地听，你落花的来个地听了，只能这样。这边错，赌这边错，好不好？给五张地血啊！给五张地血，我落花输个地听地了。还要金套路打过来，他妈就嘎了。魔王秒啊！魔王秒！魔王秒！魔王有大金，给自己卡大金了，以大金为主。你普陀以后再也不要变化魂卡了，好吧？他在和我换卡啥区别呢？我想知道。地听死了，地听死了。啊，你说打过来打死了是吧？希望这边出好吧，他妈的！操，有差别没？一天到晚在那里嘻嘻哈哈的。有，我也一样，妈的，我死了！打到普陀就不一样了呀，打到普陀地心就活了呀。地心活了，你武装也死了，这俩鼻子呀！拉倒，拉倒，拉倒！你速度要比地心快，你不能速度比地心慢。说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我的养护他妈出早了，这养护。巴西还有大金吗？给我顶顶大金，好吧，给我顶大金。我他妈一车大金没吃，我真的服了。开场魔王被点死，这估计掉30分吧。23分。